不觉小子呢为平山县不觉镇中古学村始建于1945年，是一所寄宿制完全小学。学校占地面积是143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是5651平方米。不觉小学呢十分重视学生们的阅读习惯的养成，为此呢学校专门设立了图书室、阅览室等12个公共教室供学生使用，而且呢每周定期开放。另外呢学校在每个教室呢都设有图书角，摆满的图书供学生们随时的翻阅。但是呢学校的这个图书呢因为比较陈旧，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。本次捐赠的这批图书呢数量比较多，内容呢也比较丰富多彩，这批图书呢大大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图书资源，对于孩子们畅游知识的海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大家好，我是古月小学5年级3班的焦子嫣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书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们带给我们知识，开阔我们的视野，更是对我们心灵的温暖关怀。我要努力学习，长大之后努力报答老师，回报学校，回报关心我的所有人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多读书，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。